上班了，你也吃好两块，水干的哦。你是什么吗？哥？你上我黑啦！哦，你后一吃到惊到啦，小真真。我记得啦，吃帝王蟹饭吃到一惊惊。好料的，好料。你跳干咩个惊的啦？是啊，冇吃过啊，你。后尾食天虾也就南极虾，女神牌的哦，非常漂亮，打开就可以吃了。你们去炒一下，煮一下锅上面。给你锅你哦。天虾300块，天虾来3包。这是350克哦，不是民间在卖的300公克的哦。他们的还要装红来两包给你，不用400。来三包好天虾，小姐妹来，南极虾来3包，天虾三包，天虾300，超甜的天虾3包，我那边有钱的时候，天虾300，加班的时候太甜，天虾了，什么变贵了？来来来，蛤蟆来了，我来蛤蟆哇，蛤蟆哇，拍摄拍摄，我袂记你蛤蟆袂好饮啦，要收啊。啊，多少买蛤蟆？哦，你看我今买，你讲去买，你讲的朋友来找我啊，你看。来，会，过来，过来。那边没有，就是这边。不要的是对。蛤蟆。天虾300不要买银钱哦，来，放这边。你要吃全虾老公啊，我再去起来我哦，阿那无我先收过来。他的那你去找社团，啊不要，找东张海王子的社团。泰式柠檬虾卷，超级好吃，来我们进来100块哇，这两边请。不点了，不点。我找不了你，好不好？来几包？来虾仁两点。几包？泰式柠檬虾卷100。香酥泰式柠檬海鲜虾卷，原来也免了等，因为我讲我爹不怪不了你吃我几包，我大哥变啊，那你出来单烧诶，这很好吃呢，而且不可能那么便宜呢，100块，有人买吗？几人啊？泰式柠檬虾卷100，十条，几人十条好不好？泰式，十条好不好？甜虾分出几个大？十三条，十四条。外面甜虾怎么吃？因为我没有吃过柠檬虾卷100，17条，再来18条，加五，13条，加两个啊，我卖100呢，我不是卖2包，来20条，18块，再是柠檬虾卷18，紧客，我准备上的，我还要继续送，来赶快拿钱，18块，18块，100块，我来再是虾卷加倍，我来一样，7个，来18块，不然没价，几个？7个，8个。在哪？嗯，再说。9个。你继续买，我继续送，好不好？嗯。来。来。我讲几条？一个20条嘛，哈，对吧？十个。我加一条，21条，加2条，22条，加3条，我23条。11个了。都加5条，较袂容易少啦。100了，一个25条，一条剩5块啦。11个。100块了，最后一个啦，最后一个，还是柠檬虾卷。几包？拿钱吧。100块，还没有买的举手。最后一个嘞。OK。挂家了。最后一个了，25条，不是你啊哦。最后一位。100块来。25条。这里有3箱300条，就给你们12个客人分到碗。来，几包货，一个人25条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你咋不要？来，吃较好个啦，无你钓一钓啦，叫人看虾啊，看鱼啊，看到偌鲜。来一个。来300虾仁，300，有人要吃虾仁无？我一个要哦，是要卖到几点啊？来，最后两个人起来，叫拢我恁来。最后两个。最后一个。来300块，来最后一个客人来虾仁，拢我恁啊，你三个要卖多少啊？看好啊。
来大哥。一杯三百，看好啊，冰是白底的，啊，管拢无冰呀。来三百来，最后一个人去，大致的刷一个，大块的刷一个，来三百，好，最后一个人去，三百过来，还没有买到虾仁呢，动作快，最后一盘了，来三百，阿伯买个就黑银三百，三百黑银三百，过来没再黑银吗？来三百好挂的，大致的虾仁，喂，好漂亮哎，虾仁，好，再叫完他了。有咩黑银的，啥物人变的，两百块啊，来，有咩好啊？有大有咩？好，结束这回合，来红的个皮包。哪里啊？加豆皮，你要几块？你要多少？加几块啦？好。我加不止包。注意哦。暖哦。耶。哦。Go。Come on, baby。Go。Go go go go。Come on。OK。More more more, yeah。哦，我的手搞冻到老的，好。一包、两包、三包，再把是一包两公斤，这里也是两公斤，这是我打开的，四个人给你，一包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两公斤哦，来三包过来，所以我们下次上面好像没有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要去打四个人给你，八公斤的啊，这唔知当优待个当时，我唔知啊，一包三百，真正是有够俗的啦，哦，优待哦，帅哥哇，老年人，少年帅哥把配备请回，谢谢。一丢，哇，老年人，阿是咩只？八八，两万八。哦，一万，我讲一万。个老年人，大一丢，怕被恁等。上面叫，来五百来。个老年人，两包哩，五百好了。苏凡，你说逛夜市是真的逛夜市吗？呆呆香菇你好，哎，你什么时候要来？你也要？你说的逛夜市是怎样？你夜市你要逛的夜市有水鸭可以吃吗？这就不会太多了。来这边还有一颗。哎呀，跟纠结上面讲 OK。来，你上啊上啊。买多瓜老英文，还是还要来？哥小姐来到这，大衣就套在你身上。来，你要喝，你要喝，你要喝啦！我叫老英文，别别啦，容易害坏啦，害坏你了钱的啦。来，剩一包尔啦，你要喝啦。哇，别别啦！两包够未？大哥未？大哥够厉害，也是酒店啊。高级哦。酒店那边，嗯，十七号也未歹，来你来。一千号，大家两百都先给一点。我那起码要几千呢，要两百。礼拜一，好。鸡是不是？好，来鸡给我补上。礼拜一我叫他拿三箱，拿三箱那个冰饺圈。东东东，过来，就掏钱给你起来三百了。陈老师你好。李贝，我不要你玩。来三百了，别多。来三百好了。来带鱼三百好，别多。来三百了，三百了，别多。三百好，有人要整别多无？来三百，三百，三百，阿无嘛别钱。用口饭有要食别多？小姐较勇敢的好无？来三百好，我要变好运哦。我要变好运，等下你就看到就别多。来先小姐来三百好。来带鱼三百。小姐金钱，我为你足欢喜哦。来三百，谢谢。哦，来三百，今年白带鱼三百，就头一个等钱，三百好。白带鱼三百。要查，小客不用要等钱。跟我讲是啥物原因好无？好对吗？来先小姐，等钱来三百。一点半八十，我准七十好啦。再五第三号啦，来啊，来给我。来三包了，坐在一起。那这个，你用钱，我绝对要好好细心的来买，快快乐乐的回家。不然你每次都只买到两包，又舍不得吃，然后又被吃光。三百白带鱼，自己买，然后舍不得吃，然后被偷吃。两三十块，再七，搞不八条了，七条会搞不八条。来三包了，石头石顶，咱来白带三百块。冰下你买冰袂落，买冰姜来三百。嗯，我讲买冰姜是真无人冰姜啊。哈哈哈哈哈。都无冰姜的。哈哈哈哈哈。过来啊！你好，大你好，医生，大哥好，你喊口号，喊口号。过来变小白姐。过来变小白。辛苦存十三万年，可以看得多。哈哈哈哈哈。
他多大诶？有钱比较大，我招伊啊。来三百。是的呀。来，你搞朋友。用。足够无几样大诶，是这样个。明白。今天老姐一定会来，你弄钱。嗯。胡先明，那路。来起来。你真正唔知白大行情诶啦。白带鱼大排。你十地七百。一地全部三十啦，我唔知咧卖鱼啊，是咧卖番薯啊，来啦。大哥来啊！大哥来啊！你参加啊！大哥啊！大哥，你参加啊！今仔大哥莅临现场，来两个，小弟深感惶恐啊！来两个，感谢两位大哥，互恁食到一担好了，来了，十二袋啦，不是卖一千啊，万免八百，五百你都要卖一半啊，红灯去整红灯啊，三百块灯，来两个，三百块。一个一担，十二袋啊！我唔知你咧想哪货。来，大哥来一个啊！大哥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三百块来，最后五个客人，上尾啊五个大个俩，今年来三百块来。老公结账。快无啦，开三百，这大呀，这么开。过来啊！三百块，两个结账。最后。不是啊，开三百万都无叫一声大个啦，开三百块就大个人叫，咱叫一个。对。对呀。三百六，最后一个。个结账。哎，大，大姐你好。大姐。大七百，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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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百，最后一个。啊，最后一位了，没有白带鱼了，可以大个啊，最后结账，来三百块来。有人要买大个无？有人要买大个无？来三百。有啊，大个拢坐着安尼。哦，通通话你还是我。来三百。你想买一个大个？想买一个大个就是真小正正啊，够像啊，叫伊摕三百来啊。嗯。拢无伊啊，叫三百算嘛？太大个啊！对，谢谢。全部拢小正正，他处理。来，要食虾啊！哦，中午无看虾啊！哦，因为虾啊拄啊在煲中啊，煲中煲较清较甜。来，有要食阮家海边虾去？明天先打酱油，明天等你来哦。来，来，来食哦！我未记你爱虾啊！明天先打酱油，对，拢买三把，一人就两百块完的。这里我都卖五个，不用五个，这台四个。啊，另外加三个哦，一人两百块。有这边是三个，来，一天的这两个。黑啊，黑冷大风还白。再来加个节奏，还没有？给了，给了，给了。来一千找六百。来六百，恭喜你们，哇，帅哥！帅哥，开始。来五百的，一千的。嗯。对，也别讲黑啊，给了。两个再来加个节奏。黑多。多。黑啊，黑冷大，两个来。五分啦，谢谢。来，都来拍花姐，给我五分。啊，一个你那个招一，招一来，二婷，你们几个人那个怕？哈哈哈哈哈！怕顾妈，七个啊，来这里四个，三个，七个人给变成六来，来个小黄金鲍鱼鸡，这全鸡哦，超大只的，来我爸过来，五百块，我爸那么，我爸为了要吃鸡吧，来我爸好，来这两个一只来我爸，我爸三个人要吃鸡也就。明天下午，明天下午一点，你大概两点之前到就可以了。三百块，黄金鲍鱼，早点到比较好嘛。因为我都不能预测哦，他有时候可能突然会好很多人出现，突然很多人出现就不好买了。冷爸爸的鲍鱼，所以两点前出现比较好买。清明节靠特价。清明人驾到，陈卤蛋，明天下午见。啊，这样来接啦，够俗话啦，两百九十八。交代。三百要卖掉，我卖两百。你要干好，这样子你要卖。真正要给你拿黄金的鸡金啊，那黄金了钱，来两百五啦，一人一只来黄金包。拜拜啊！黄金两百五，我十块，谢谢哇！哎，感谢你俊辉来比赛。哦，俊辉你好，俊辉好像要来了。他说要吃，他好像说礼拜六吗？要过来。披萨，披萨要两百。来，先叫一道，等一下来披萨两百块来。哎，春节收两百。志文你好，志文你好。对啊，来两百块来。哦，进来哦，好啦好啦。香蕉你好。我浑身是伤啊。好，
对啊，最后记得他有跟我讲说明天要下来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花枝卷。哦，柠檬虾卷，花枝卷碎哦。你个个人会记得哦。来，柠檬虾卷谁买的？柠檬虾卷。不要离开，千万不要离开现场。哎，带你来赏，你要上到一边。谢谢。对啦，鱼头我嘛给给上上。虾卷刚刚谁买的？这个香味。OK。还有一包没卖掉，披萨，对，这是披萨。来，柠檬虾卷，最后一个客人，这是披萨，冷包，冷包，来七八块，十七八两，二十五块，来一百块，最后一包，一包，五、四、三、两、幺，五位商量价，来我这，五位到我，来我这，五位几百，我这。哎，大哥，还是我们看这边先，再一百块来补贴。那边讲比赛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来。这是二十。来三点，三点，来两百多。第三点叫吧，来三点，三点，三点，三点。这里你好。四点，四点，四点，四点两百，四点，四点两百，两百叫吧，比赛，来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来，比赛两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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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百叫比赛，两百块。来个比赛两百，两百，还有吗？比赛还有。有，来再送一送好不好？来，星球姐妹来两百过来，来两百过来。星球涛姐妹来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两百。披萨两百。不过啊，你给我拿去，不是要到时候请回来吗？来去，说请回来。两百。来，培根两百，不是培根啊，靠边啊，披萨。来两百，两百，两百。我讲披萨，我讲。两百，两百。烤箱超好吃的，来用烤箱就好了。来两百块。明天我是到八卦山哦，我是去龙王那边。底下四明天是去他老爸那边哦，我弟到台中。现在第五块是总会，老贝起来，我给爱给你三百，你要我给两百块交钱来。证明你说你的订单突然很多哦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两百。不要丢掉。阿贝先这边。要发不好，六片六片六片，六块六块六，两百块很大块，大哥谢谢。吴姐呢？对了对了。来来来，七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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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七点我哩七点，来不是三包，两包块，一人变三包，三包两包。七点七点七点，你好哩拿出七点的三盒啊，都我卖两包块跟客户哦。来两百块了，今天给你两百块，小姐要这个披萨啊，真的还不错，还蛮好吃的。七点两百块扣了，几个？两个。这边买，这边买。我披萨是得五十几块诶，给两百块。证明等你有空再过来啊。等你有空再过来呀。这不是五地，这不是六地，这总共七地，这总共八地哦。你吃好爽快来，吃好高兴来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来两百块来培根，唔是啊，这个披萨我来一起讲培根，披萨两百块。潘姆尼啊，潘姆尼啊，剩下没有几个客人了，来披萨两百块来，真的好吃，我没有骗你，你们家没有烤箱，不用钱的就可以了。来两百，别收来啊、哦。来，要讲披萨，大哥你要吗？来，赶快来，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来，赶快赶快，最后剩下五个客人了。披萨两百块，阿伯伯举手，披萨哈，变了吧？哦，有了吗？好了，来，谢谢大家。来一个给我。我怎么会带那么多披萨来呢？来两百，带了几条用汤的汤片的呀。我跟你有说过早餐店，你会吧？没有，不会，不会就收起来了。如果会的话，你就考一考上来嘛。那不会就赶快收起来，丢人现眼啊！披萨，来，你给我讲一下。鱼头。来，一般变变鱼啊啦。鱼头几钱？鱼头对了，鱼头。嗯。好，那么吃鱼头吧，来七八块。一百。上来一百。七八六，七八块，七八块，七八块，弄来啊。都是坏习惯。好，有人拿钱，你这样拿钱。好，来几包，先不要结了，再来一条，再加一条吧。薛大哥，你要鱼头吗？薛大哥，薛大哥嘛，哦，对，薛大哥，赶快来鱼头。薛大哥，来鱼头几包。薛大哥，你在吗？来几包的鱼头，几包。薛大哥，进你河湾山啊。一共几张钱好赚？四万三条了。
一百块。来，两个人给微博拢给你，来七八的。这一趟是微博。金丝丝，请问看起来七八块多钱了？回答七八，七八。对对对，七八。七八。耶！七八块啊，没有啊。来下一样吧。有人要吃一道吧？来，这样去，十秒等于煮，免一百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五。